SGC 翻嚟讲戏，今日讲乜 ？Avengers Age of Ultron， 导演系 Josh Whedon， 呢套系续集。2012年嘅 Avengers， 今次咧都好鬼多人嘅，咁你睇下下面有边鬼个啦。咁呢套系讲乜嘅？咁呢套咧就系讲 Ultron 啦 ，Ultron 就系一个机械人，就有 Tony Stark 同埋 Bruce Banner 喺呢套戏创造嘅。咁 Ultron 嘅问题就系咩咧？就觉得要救地球咧，就要毁灭全部人啦，因为人对翻自己系好唔掂，所以冇人就冇人可以对人唔妥啦。佢嘅 logic 就系咁啦。咁就成套戏啦，即系 Avengers 要合作打败呢条友，咁就成套戏啦。咁我觉得点咧 ？Well， 做一套续集咧，我觉得呢套系好掂嘅。嗱，有新坏蛋啦，有新人啦，有新嘅啊 character 嘅资料啦，即系新人有边鬼个咧？就有 Paul Bettany 啦，做阿 Vision 啦，仲有阿 Elizabeth Olsen 做 Scarlet Witch。有啊 ，Aaron Johnson 做 Quicksilver， 同埋 James Spader 做 Ultron 啦。咁坏蛋就系啊 James Spader， 哇，佢真系超正嘅，即系佢啲电脑科技做佢啲表情系真系好鬼好睇嘅。佢又对白啊，可能唔知佢咧就觉得哇咁奇怪嘅。但如果你知佢做嗰啲剧集咧，呢、這个 James Spader 真系做翻自己咁嘅嘢，所以几过瘾好睇下嘅。咁有新资料就系讲啊 Hawkeye 就系佢啲背景系咩啦，即系屋企人卡卡嗰啲咁嘢啦。跟住有新爱情故事就是 Black Widow 同埋 Hulk， 即系佢哋要了解对方，咁就可以吓冷静翻 Hulk 变翻一个人咁啦。嗱呢套戏咧，我觉得故事内容咧系有好多嘢讲，有好多问题，但系我觉得佢做一套戏可以接受咯。即系例如佢系冇了解翻即系 Iron Man 3啊或者 Captain America 第二集。嗰啲事件發生之後係會去到 Avengers 係點解嘅咧？佢哋係冇做呢啲咁嘅嘢嘅，或者即係對白啊，即係 Josh Whedon 不嬲都好中意加嗰啲一句嘢講下笑嗰啲咧。佢 Avengers 做得好好，即係成套戲 throughout 都有好嗰啲一句對白笑位啦。呢套戲咧就我覺得係有 hea 啊，同埋。整个 sequence 的笑位是好看，但是 throughout 那些一句对白呢，有些就麻麻地，有些都挺过瘾的。即是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在玩一套戏不掂，但我觉得都要看深一点，其实做一套续集是难的，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好的。但是真的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是fun咯，好玩咯呢套戏，你睇完系会觉得开心，即系好多好激烈嘅嘢，可能啲激烈就觉得太攰，因为太多，咁你就会觉得哇！但我觉得真系值得睇咯，即系一开幕系好正嘅。即系我就如果我做导演写稿，我系唔会用嗰个咁激烈开幕啦。即系我哋知道大家都好想睇激烈 Avengers 嘅发生，但如果系要了解翻套戏之前发生嗰啲嘢，即系例如 Iron Man 3点解佢炸晒佢嗰啲盔甲就无啦又有盔甲咧？跟住吓 Nick Fury 吓 Shield 冇鬼咗，而家 Avengers 又有咁，即系点咧？即系最后尾 Captain America 2佢又话呢个去咗嗰边，嗰呢个去嗰边，即系了解翻呢啲嘢，我咧会个 pacing 会好啲。因为例如你第一集咧，佢系咔哩咔啦咁合埋一齐，变咗一个 team， 跟住打败一个人。咁啊咔哩咔啦嗰啲嘢好多漫位啊嘛，咁你就会最后尾了解翻呢啲人系咩人。我覺得第二集系可以了解翻佢哋之前做过乜啊嘛，即系唔使了解翻佢哋系咩人。但是故事内容是要了解翻佢哋呢排做过乜，就唔好一劈就开始哇打仗。咁所以套戏我觉得个 pacing 可以 improve 嘅。咁例如最正嗰几位啦，即系 James Spader 啊 ，Andy Serkis 啊 ，Paul Bettany 啊，做佢哋嗰啲角色，我觉得系可以拉长。即系 Andy Serkis 短得嚟系好正，好好玩。James Spader 我觉得套戏上一半系好多佢，下一半就慢慢好似冇咗佢咁啦。跟住阿 Paul Bettany 最啱尾做 Vision， 咁出咗嚟哇好正，咁我覺得佢哋再做一個 showcase of 佢嗰啲 abilities 就會好睇好多，即係好似就咁出咗嚟，跟住佢都好鬼強，咁就點解佢會咁鬼強咧？就如果了解翻即係，哦原來佢可以做呢啲做嗰啲，咁啊我覺得觀眾係會了解多啲，哦呢個人物係佢做咗呢啲嘢，即係例如你就咁問一個人，你覺得喂 Captain America 有乜好啊？咪個盾咯 ，Hulk 咪大隻咯 ，Thor 咪雷神咯 ，Iron Man 咪 biu 咁咯，咁 Vision 係咩啊？识飞咯，但系其实佢可以穿入啲嘢噶嘛，嗰啲嘢就唔系太 showcase， 所以嗰个大啲嘅 showcase 会好睇好多。所以其实呢套戏系好睇好分，佢做啲新嘢系值得了解多啲嘅。即系吓两个孖生咁，佢哋嗰啲
問題啊，咁啊 James Spader 即係 Ultron 又做揾到佢哋玩呢啲古靈精怪嘢，古靈精怪嘢又幾過癮下嘅。咁就係啦，呢套戲係好睇嘅，值得去睇，續集嚟講係好睇嘅。所以大哥真係要放鬆，即係唔好話期望超太高，即係要現實翻多啲，即係你要了解翻呢套戲係一個續集。咁因為續集嚟講係好睇，咁呢啲 Avengers 啲嘢係好大陣仗，係好大陣仗嘅。但有啲嘢我就再講咧，就係要佢救人嗰度咯。即係例如我係明解佢哋係想講，喂，我哋會救人嘅，有個超人係唔會救人。我覺得好過癮嘅，咁佢哋講呢個 message。但係嗰個救人就唔係太 make sense。即係點解個救人事件可以咁鬼長，跟住 Ultron 就咁坐喺度俾佢哋 hea 咁，佢又喺度 hea。嗱咁都 make sense 下嘅，諗翻起就即係 Ultron 都覺得，你點救人我都毀滅曬你哋噶啦。咁但係即係嗰個 urgency 就冇咗咯，即係太長啦，係咯。跟住呢套戲其實都好多嘢可以講嘅，但係講翻都係好玩 ，enjoy 得嘅。即係你唔好諗太多嗰啲 story point 咧，套戲係好幾過癮下嘅。咁就即係啊，再表達就係話佢係比較翻 Avengers 係兩套唔同嘅戲嚟噶嘛，因為第一套你係咔哩咔啦咁拼埋一齊，呢套已經係拼埋一齊咗，做咗 team， 嗰啲 teamwork 好明顯嘅，即係你阿雷神同阿 Captain 佢啲嚇嗰啲招數係幾過癮下嘅，所以了解呢套戲嗰個出發點係邊咧，就會整到大家係會 enjoy 多好多嘅。咁就講曬呢套 Agent of Ultron 啦。如果你睇咗咧，下面話俾我聽，你覺得點？跟住我盡快回答你。咁就講曬呢套 Agent of Ultron。再見。